一丝甜。得知心意缱绻，眼睛看烟花满天。怎么样，王妃，这风景不错吧？林渊王，可真是有缘分啊，出来遛个弯也能在这儿碰到你。这大概就是夜有所梦，日有所见吧。你是尚书之女穆小婵吗？正是臣女。果然人如其名，这名字适合你。什么？你大半夜做梦梦见别人夫君干嘛？你给我看好了。这是我的男人，以后离远一点。看见没有？还不快走。阎王，莫小姐这脸色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。王妃，王妃，小姐，小姐，王妃，这是王爷赏您的茶。王爷对我这么好了吗？王爷对我这么好了吗？本王什么时候送过他茶？谁指使你来的？说。小心点儿，蠢女人，你谁给东西都吃。华生，你可知罪？王爷，我晨晨，王妃来干嘛？那王妃可知王爷吃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没问过他啊。哎，有了。你去抱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抱一下？怎样抱？这样抱吗？王妃这是干嘛？还呢？抱怎么还啊？王爷可是救了我一命，那可是大恩呐，一定还。是吗？是啊，走了。走了。华生。啊，在，王爷。本王昨日安排你取回的凳子，可安排好了？王爷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小的早就按照你的吩咐把它擦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哇，锃亮锃亮的，还把它供起来了呢。如此甚好。王爷，王爷，你的红枣莲子汤好了。王妃，本王让花嬷嬷为你熬了碗汤，快起来喝了吧。王妃这是在逼本王亲自动手吗？王爷饶命！怎么是你？王妃呢？王妃，王妃她说保密。说。她和安乐公主出去花天酒地了。大海定离手，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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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说啥？快到！华生，在王爷。备马。这大半夜的，王爷是要去哪儿执行任务啊？抢人。啊？啊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。买定离手。抓紧时间了，大小小小大大大小大小小小小开，我说大，我就说大了。来来，赶紧压，赶紧压，大大大大大，官兵啊！看不到我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回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是应该在……在哪儿？杜峰啊！也不知道是谁，昨天大半夜偷偷摸摸爬到本王的床上，紧紧地抱着我，死活不撒手，最后还把本王的被子抢走了，害得本王在这儿坐了一晚上。自己一个人回来的，还爬上你的床？对啊。启禀王爷，人都已经选好了，请吧。好。选妃？你要选王妃？啊，这边。小心点，王爷。喂。帅，再帅也不能看，就要看，不许看。哎，你确定安乐公主是你亲妹妹吗？怎么说话呢？这还用说吗？我看不像。你看看这一个个歪瓜裂枣的，配得上我们安乐吗？你是在质疑本王的眼光吗？你是觉得自己的眼光很好吗？是啊，但凡本王眼光好一点，不至于慧眼识珠，找了个你这么能吃的王妃啊。为什么你非要把安乐嫁出去啊？她是本王的亲妹妹，难道本王不应该为她操心吗？啊！报告王爷，安乐来了是吧？安乐公主红血了。啊！妖女，跪下。皇后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如梦，并非歹毒之人。闭嘴吧！你可知道死的是你的亲妹妹？正是因为安乐是臣的亲妹妹，所以臣才要彻查此事，给他一个交代。正是因为阿乐是臣的亲妹妹，所以臣才要彻查此事，给他一个交代。
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能放过一个。况且，他玉如梦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要不是他把安乐带出宫去，安乐也不会。来人啊，把他拖出去，逐出皇城。皇后，我玉如梦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好啊，带走。只可惜没能一举要了玉如梦的贱命。你敢？我警告你，玉如梦不准动。这就心疼了？不该管的少管。林渊王，我是雨肥说，跟我走。小小姐，这地方玉如梦要是去了，必死无疑。谁？王妃，您渴了吧？奴婢知道这附近哪有水源，你要不先去村庄等奴婢，奴婢去去就来。嗯。王子小姐，快去通知王爷。王子小姐，说，将玉如梦藏哪儿去了？王爷莫急，怕不是误会人家了。王不想跟你废话。皇上，公子，王妃，这莫小辰啊！公子，你去做一点啊，公子。那王爷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就告诉你，你没有资格跟本王讨价还价。小女不怕死，任凭王爷处置。王爷你可知，小女自及笄之时便爱慕着王爷，梦想着有一天能嫁给王爷，哪怕不是正房，当个妾位愿意。怎料想将军，跟我走。你们三人皆有中毒。玉公子，可有解毒之法？有。但我们东平国只有一颗解药。珍秀剑出鞘，恍惚当时人年少，三年月未到，红尘滚滚命数飘。生死难料，执念不肯消。
手中碎指尖，是天已成全。